掌声喊一方请进场，一样掌声有请。我们的伴郎伴娘在今天最美好的日子里、最美好的喜宴里，为我们新人做最前置的祝福引导。相信呢，我们小两口在未来的日子里会更加的丰盛富足。邀请各位嘉宾再次给我们伴郎伴娘热情的掌声。那我们爸爸妈妈已经迫不及待要进场了，我们今天的主人家我都还没 Q 进场，爸爸妈妈就已经抢先走了。没关系，再次给爸爸妈妈掌声鼓励一下。我们今天的花主人呢非常的开心，很热情，很好客。那爸爸呢，我应该快点一点开心的播一个酒来当配，就可以由此可知呢，爸爸就是非常热情跟好客。那接下来要邀请我们今天的女方主婚人请进场，掌声欢迎女方主婚人。我们女方主婚人来自彰化，我们嘉义林先生和的玛丽女士。那也欢迎呢我们呢彰化的我们的亲乡好朋友一起来见证这一个美好的日子。那我们女方主婚人呢也非常兴奋，希望我们嘉恒交到我们玉成的手上，找到一个好归宿，也赚到一个好女婿。所以呢，在这边也要恭喜我们的女方主婚人。好，今天呢是我们这对才子佳人喜结良缘的大喜日子，我们的男主角玉成和女主角嘉恒请进场，掌声欢迎。没错，看到我们嘉恒在我们玉成的牵引之下，一步一步走向幸福人生，看着两人幸福又甜蜜的笑容，相信大家来齐聚一堂就是要来见证这一个重要时刻。那所以呢，邀请各位嘉宾再次对我们这位才子佳人热情的掌声祝福，谢谢。哇，今天的宾客非常的棒啊，乖乖妈妈帮我们行上菜，因为原先前卫菜、开胃菜呢，可以让我们的宾客可以更有活力，然后呢，一开场、一暖场就这么热情满满。所以呢，你家呢，大家今仔日中午呢，这位来家讲一句，我呢，你家做咱的菜桌，叫我贵宾会当命好、心好、嘴个好、荣华富贵更来个，大家会当。